新生代人气新星小乐吴思贤，近期都忙着拍偶像剧《极品绝配》。他不止戏中单恋女主角邵雨薇，戏外两个人也有着超好的交情。日前，邵雨薇透露自己连续两个情人节都和小乐一起过，让不少粉丝吃醋，甚至为邵雨薇的正牌男友张力扬爆屈。对此，小乐近日出席活动时就回应：“张力扬很大气，不会在意这个啦。”小乐16号出席时装秀活动，谈到自己和邵雨薇近期互动频繁，女方甚至还抛出自己勾小乐手的放闪照。对此，小乐表示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，在片场无聊时就会找邵雨薇玩。他更甜赞雨薇真的是很棒的女孩，但被问到担不担心张力扬吃醋，小乐表示好朋友，他很大气，不会在意这个。此外，早前就扬言一定要把吴康仁逗笑的小乐也透露了近期的进度。他表示最近吴康仁平均每3天会笑一次，但大部分是苦笑。小乐还声称自己还有个大绝招，只若是到杀青那天吴康仁都没有放声大笑，自己就会使出瘙痒的大绝招。